Hello， 我系 Lucky。讲下 PND 今日情报先。咁见到今日几个 post 之后咧，我谂 PND 阿姨应该放完假啦。而佢翻工嘅第一天咧，又系合作公布啊。咁今次系咩合作呢？系妖怪手表嘅第三弹合作，即系第三次复刻啦。而今次系有新角色追加嘅，咁依家就望一望啦。首先合作角色登场嘅两位，分别系布川亮同埋昼夜花子。咁我系冇睇过呢套嘢，就唔知乜鬼啦。两体都系武装嘅。OK， 首先系呢个猫猫布川猫六星宠啊。觉醒方面 ，SB 啦，耐性两粒放耐性，加埋四个咪三个四色强化，兼且暗炎耐性嘅。咁明显地系玩多色火力啦。而属性系光水属，攻击系嘅。咁我谂应该啱翻一拳超人嘅天使、哦，嗰、那个唔着衫嘅天使啊，那个马佬扑哩扑哩囚犯啊。因为觉醒属性兼且攻击系都啱晒嘅 ，fit 晒嘅。而技能方面系百万倍嘅。嘅肉球啊，呢个正喎，肉球啊，猫咪肉球啊，技能系7CD 嘅固定100万追打，即系100万嘅固定伤害技，然后解 lock 再即解烧珠解翻觉醒无效嘅，变相系7CD 全解技啦。咁全解技嚟讲，多色队都唔算太多嘅，所以个人认为系唔错技能啦。而队长技系永远一齐啊，喵，系四色嘅，同时攻击时就半减盾。500万追恶魔系 1.5 倍血，最尾系7C 嘅22倍啦。1.5 倍血半减都系以前嘅坦度啦，依家嚟讲耐性就争啲。好，睇埋个武装先，肉球武装唔该。OK， 系妖怪嘅币啊。咁觉醒方面防榜 SB 啦，咁呢一类都唔错嘅，咁费用性都算高嘅。技能方面系猫猫，系 10CD 技，一回合之间解转，兼且全解嘅，咁算系一把全解武装啦。目前嚟讲攻略性就唔太高啊。OK， 再下一位就系、是、你啦，昼夜花子啊，呢位几 Q 下喎、啊、呢位六星宠。觉醒方面，哇哇哇，双十 C 三暗串烧啊，哇咁呢个助攻真系太明显啦。喂，三本你成日咁助攻翻暗战机，咁其他潜艇好难做噶、啊，真心。双十 C 三暗串烧完全系战机队员啊。觉醒方面是非常之靓嘅，只是八粒觉醒系争啲啦，同猫猫一样啦，慢性接猫猫。技能方面是5CD 技，助咒嘅 love letter 或助咒嘅情信，呜，一回合之间天降无效，钉珠掉落 ，OK， 然后回复力半减，再者洗版嘅，算是5CD 解天降解回复兼且洗版技啦，加埋钉珠掉落都唔错、啊，呢一招都唔错、啊，靓技、啊。是类似翻冥底神嘅技，不过呢一招是长啲啦，5CD， 同埋钉珠跌落呢一个技能咧，都好耐冇玩过啦，我谂都可以试一试玩嘅。好，队长技是每日助咒阿杰泰，即系想助咒你啊。OK， 冇问题。呢打系一寸暗就半减，咦咁易发动、啊？两寸暗就20倍，三寸暗就两丝加算，哇几有趣、啊。然后恶魔属嘅血 1.5 倍。即系变相有半减两丝加算20倍嘅队长技，咁睇落都系麻麻，其实只系几有趣啦。咁一丝就半减，一寸暗就半减都几易用嘅。咁我谂应该系放啲特殊用途啦。好，咁武装方面系花子嘅妖怪个币啊，觉醒系防风印，三粒对五嘅回复强化，技能方面系12CD 技，助咒三回合之间钉珠掉落，两回合嘅威吓技。都系类似翻钉妹嘅觉醒啦，咪技能啦，招技同埋呢个觉醒，个人认为都麻麻啦，攻略性都唔太高啊。但系本体嚟讲咧，完全系战机嘅成员啦。咁靓觉醒加埋技能之下咧，我谂飞机队咧又可以玩下新嘢啦。OK， 咁然后系蛇王嘅凯拉同埋山田，好，咁系咪新角色嚟嘅咧？好似都系啊。首先系蛇王嘅凯拉。泰拉六星宠，觉醒方面话 SB 暗环牌、火环牌、九饼兼地下城 bonus， 话觉醒好乱、哦。咁本身九饼系跟翻一隻味嘅，即系单色环牌啦。咁依家双色环牌嘅玩法都几奇怪吓，睇落去似系两隻味嘅九饼啦，劲似系朱古力味沟呢个士多啤梨味啊。好，咁强度如何呢？都好难讲住啊。
而技能方面，13CD 技嘅蛇王半肉波话劲中意病个条友，技能系上面两横排就变暗珠，下面两横排就变火珠，再者两回合嘅加速技话，呢一招技即系上面嘅九饼暗嘅，下面九饼火嘅，两串火横排两串暗横排咁玩，今日两 CD 加速，咁13回合两 CD 加速，冇计错嘅话应该五只可以 loop 嘅 ，OK。假如 Lucky Lucky 嘅数冇错嘅话咧，应该五只可以 loop 嘅。嗱咁嘅话咧，呢一只蛇王分分钟系新嘅 system 啊，即系五只疯狂转九饼，咁嚟打啲拆经嘅关卡，例如肉链啊、极链呢一类咧，都系好劲嘅 system 啊。OK， 队长技系大王嘅名嘅继承者，系天降无效兼且暗火同时六粒攻击时30倍攻，哇30倍攻、啊，咁睇法完全系周回用嘅，快速用嘅 system 用嘅。看嚟似乎真系打肉链龟用嘅。屋企武装方面系双横排武装啦，双暗横排、火横排，加埋个5% 远程强化。技能方面系22CD 技蛇王之威压啊，哇系加手指加回加攻1.5倍，而最正系5回合嘅威吓技啊，哇5CD 威吓技，冇记错系全 game 第一把、啊，冇记错啊。咁5CD 嘅威吓技嘅武装咧系暂时未有嘅。蛇王应该是第一把啦 ，OK， 咁下一位是5星的山田啊。觉醒方面 ，SB 3秒手指兼且封条，然后4粒十字超强化的木队。咁木十字目前都唔多头绪啊。7CD 技嘅 Headshot Beam 土池激光啊，系上面两串，第二串横排咧就变木，然后全敌人变木嘅。即系转属性加埋木横排生成啦，咁都还好嘅。队长方面系山田系平常心 ，OK， 受到伤害常驻半减，木属性6倍攻，5粒木就3倍固定一追打，都系周护用嘅队长技啦。但系觉醒系十字烧啊，咁似乎都唔易用嘅。好武装方面就系、是、哇，我睇错，系2粒强化，第一眼以为系3粒添。技能是13CD 技，山田好开心 ，OK 好开心啊！系两回合的加速技兼且解落三色阵目光心嘅，咦咁加速技兼心强化都 OK 嘅，咁呢一把武装似乎可以用到啊 ！OK， 咁就介绍完毕，而明天就是新进化的 character 介绍。好，咁我谂系啲够重的进化啦，咁唔知道曾经的最强 leader Koma Jang 咧会唔会进化呢？呢下都几期待嘅。好，今日就系新角色嘅登场啦，分别系有3位嘅，6星3只，唔系3只加埋1只，系4位，3、6星1、5星。咁拨千猫、布奇猫就系多色队啦，光多色队攻击系啱翻天使啦，一拳嘅天使都唔错嘅。而暗属呢只唔使讲啦，完全系战机飞行员啊，10C、双10C3个串烧，加埋靓技啊！呢一只完全助攻翻暗战机，个人暂时认为呢一只大将啦。而下面系蛇王啦，蛇王都唔错嘅，但系蛇王嘅玩法系要 system 啊，即系5只咁嚟玩。假如抽齐5只 system 之后咧，系可以无限开技嘅。咁呢一个 system 嚟打翻拆经关咧，肉链关都唔错啦。所以都系劲嘅，但系只系个编程难度系好高啦，要5只咁多。而武装应该系全 game 第一个5回合威吓技嘅武装啊。算是变身队一啲福音啦，而5星嘅山田本体方面，个人认为还好啦，但系武装唔错嘅，两血强化加埋个两回合加速技，攻略性算系高翻啲啦。OK， 咁今日新角色系介绍完毕，估唔到2022年啱啱先过完几日，咁 PND 又有新合作啦。妖怪手表第3弹，睇嚟各位咧中意呢一套嘢，各位咧又可以 ready 下啦。好，今次条片就到呢度先。咁我哋明天再期待一下新救进嘅公布啦。好，咁中意条片嘅希望俾 like 同订阅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